那就是要看队长教练的发挥啦。唉，可怜啊！为什么都没有多一点台北人想要，或者是什么桃园啊、新竹人想要打比赛啊？全部都是台中啊、高雄什么的，那根本就不可能。哦、嘉义有没有高铁啊？嘉义会不会连高铁都没有啊？有啊，嘉义有高铁站啊。嘉义有没有高铁、嘉义连有没有高铁我都不知道啊。嘉义有高铁站啊。嘉义高铁站。我不想找那种就是还要念书的那种。干啊就一堆高中生怎样。没有、啊、他们通常都是都不太用念书的啊。高三就没问题啊，假如你没有什么的话。哦。对啊。假如说高二那课业还很繁复啊。我们除了时间要能够配合以外，还有另外一个、啊、实力要够啊，像这几个面包，哦，嫌弃一个嫌弃耶，到底有没有真的强的，真的强，你真的觉得你很强的，再来应征好不好？我现在打过高雄嘉义，钻石教练发话了，聊天室还不敢上，对啊，你知道真的强的、啊，你就觉得你跟我一样强，你就可以来选了、啊，只要你有钻石就可以来啊。你看我的实力像钻石吗？是像啊，是不太像、欸。小老婆，真的不太像。白金一，拜托，别人的战队你们有没有去 PTT 看啊？都是什么钻一啊、大师啊？我都发现一件事了，我的标准列太低了，所以才会找到一堆垃圾。你有没有看到人家甄选的人的排位是哪里啊？不是啊，我只是被抽而已啊，怕你看我那个，妈，我本来专业还是大师，他给我屌打。现在，有，我觉得关键是有没有一个强江狗或者是一个强中路啊？有没有谁想要玩的？我们是以 LMS 为目标啊，不是找一些搓的、啊。有没有一个强江国或者一个强中路啊？就是真的有观念的江国啊。看我抬那么久了，应该在场十秒真的有关系吧？看我那个江国那个坦克 gank 的水准。这世上找不到某个同人啊！好猛啊！有兴趣的可以寄信给我、啊。我再强调一下，要真的有实力的、啊，不要再来一些垃圾了。